是我昨天搜索了李开复，他今天又给我推荐了很多，这个时候我有一种特别奇怪的感觉，我觉得我的那个边界被我的隐私被被看到了。嗯，这种感觉是正常的吗？这感觉是正常的，但是可能我们做不了太多的事情。Yeah. 因为每一个产品包括搜索引擎都会希望更贴心的给你你想要的东西。嗯哼。但是得到福利所付出的代价就是让你的隐私至少被一个公司知道。嗯哼。那这个是你要做一个平衡的。Yeah. 如果你极端在乎自己的隐私，那可能就不能用这一类的搜索引擎。那也代表着你的用户体验跟知识获取会退步。所以每个人要做这样的一个权衡。然后昨天我问周鸿祎，因为我说我对 AI 不懂，我说如果是你的话，你最担心什么？嗯，他说他会担心那种很多人说无人值守那种 AI， 比如说机器，比如说武器，如果是被劫持了以后怎么办？这其实是有可能发生的。啊，当然他做安全嘛，一定从这个角度，对，每个人都要讲自己的那一是没有错，没有错。我觉得这种AI 的技术其实作恶的一定不是机器，而是人。是。那一种作恶就是像老周说的。他这个黑客劫持了，嗯，那另外一种可能就是一个不好的公司用了这个技术，或者程序出现了一个 bug 呢？程序出现 bug 也是有可能，但是最终这些都会被修复的。那就像我们今天我想微信、支付宝、百度里面有无数的 bug， 只是出一个修一个，出一个修一个，慢慢的我觉得这个技术的人员的能力还是可以做到可接受的平衡点，嗯，但是。长时间来说不会是最大的问题，最大的问题一定还是作恶的人会存在。所以你对那些学生讲的，你要有三点，其中一点就是你要对你的，对你的用户、对你的产品要负责，要安全，这是你很着重的一点。我当时也听到。是，开复老师是一个他特别会就是深入浅出的，就能够把一个其实特别高深的一个科学的一个什么道理能够讲的让你能够明白的，他是很擅长这一点的。因为我本身是担心那一派的。然后我又接触过一些IT 界的人，我听到都是担心那一派的言论，但他是让我放心的，所以我是一个比较相信专家的，然后他又是比较有说服力的那种人，所以我会更加放心。当然也会对 AI 会更充满了好奇，就想象其实离我们生活没有那么远。有一点我也在想，我们人类需要多少科技，需要多少技术？我认为其实人类应该回归很多人文艺术，关怀，彼此这种感情的事情，虽然技术可以帮我们做很多事情，这是好的，我们永远也会继续用技术下去，但是我觉得这些技术之所以存在，是把我们人生中最枯燥的事情取代掉了，就是我们需要不断的每天开着车，或者是做一些重复性的工作，那么这些事情其实。我觉得并不是我们来到这世界主要的理由。那现在人工智能最大的一件对人类的贡献，其实就是说它可以把重复性的工作取代了，让我们更多的时间可以做我们真正爱做的事情，让我们能够过更有趣、快乐、有质量的日子。嗯，我有时候会觉得，我生活在这个时代会让我觉得安全一点，就是我很荣幸我参与在一个我们正在改变的一个时代。对，但改变以后什么样子其实我不知道，所以我还是宁可待在这个正在改变的那个时代。这个可能没什么选择了，没什么选择。我觉得未来五年或十年的改变可能会比过去这50到100年还要更大。我倒并不见得认为说我们一定会发明很多新的，都不需要发明新的技术了，把已发明的技术优化一下用在各个行业就可以取代50%人的工作。嗯，这一件事情在10年之内，这一发生的一件事情，我觉得就颠覆了过去人类所有见到的机遇，也颠覆了所有曾经遇到的挑战。